大家好，我是 Luster。 那这次呢，狙击自责山我就要开始玩第一关啦。像大家知道，如果你有看过前一段影片的话，我曾经试过好几次的狙弹，而且有一次基本上是成功了，可是子弹却竟然穿过弹弹。好啦，那我们继续下一个。有了吗？有吗？啊！明明穿过去了！啊！明明穿过去了！明明穿过去了！我天哪！这竟然是闪光弹！好吧，那这次呢，我会试着完成这些巨弹任务。That's loud enough to cover my rifle fire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次的场景是在晚上。那其实，在这个地图也有蛮多物件可以使用的，例如说像是发电机这些会发生噪音的引擎。那它就可以利用它的噪音去完成击杀敌人，而不被发现。对不？再来再来，咻！有吗有吗？哇呀！必发成功啊！哇！不点准啊！没想到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就突然间成功了。好吧，那就继续喽。This is a good place to use my binoculars。躲过敌人的狙击。看你要玩怎么样的，你想要大杀四方也可以，或是慢慢的解决敌人也可以。我操！我都站在这里，你还看不到我，有事吗？真的眼睛有点瞎，被发现了。拆蛋蛋的时候来了吗？先来喽！每次都好胯下开枪的感觉有点怪。来喽来喽！啊，其实这样狙击手这样玩是不对的，大家别选，别乱选。那其实呢，网络上有很多人流传说，你要拆弹的话，必须要先击伤敌人一次，之后再瞄准他的弹着点，才有办法成功的打掉他的弹弹。那这我不是不知道啦，不过我刚刚是这样做没错。来喽，来喽。我们现在的任务呢，就是要去找出关于我们现在要去的那座基地的情报，好吧？那上次有提到呢，狙击之神山的地图全部都是开放世界的，只要在这个范围内，大家都可以持续的去探索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地图也会标示某些像这样的图案，这就是狙击点。那大家可以去那边寻找有利的位置，然后解决敌人。走吧。然后呢，在画面左下角有一个眼睛，它可以提示你现在的被看见的程度有多高。那如果你是玩突击模式，就不用管了，就随便开杀啦。
still! Distance! 快解决！咻！啊！啊！哦，可恶！啊！第二发弹弹 ，Yeah！ 赶快，看到，看到，哦！来喽来喽！看一下这里还没有敌人。下巴痛痛的，A trap here will cover me in case of a sneak attack.好敌，我们偷偷的靠到了敌人的后面，而、啊、不是是走到了敌人的后面。那我现在找到了这个狙击位置。那其实场景上很多狙击位置都是地势蛮高，然后可以看清楚整个基地的细节。这里刚好又有一个发电机。踹他一下！我靠！我在这里那么久，你都还没发现，瞎了吗？喂！我靠！这姿势也太屌了吧！哇！第三发弹弹，今天特别幸运啊，中弹弹。哦，又是蛋蛋。这次虽然没显示，可是那个字的意思，蛋蛋油。我看看，我们要杀的目标就在那边。来了吗？哇！好吧，先过去收拾一下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过来了。罗，好吧，现在还有另外两个人。哦，有敌人。接下来去另外两个地方。哦，其实在开放空间玩突击也是蛮恐怖的。
敌人在哪里？我看到了。啾！被发现了！紧张，紧张了。没有。Body's out of the way。我们换个地方吧。瞪出来就是你的，死期到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？破坏载具的方法有很多种，解掉这个。那炸弹的引爆方式除了射击它以外，也可以在旁边使用打火石，让它引燃之后就会让炸弹爆炸。不过它需要20秒的燃烧时间，所以要等它一下。我继续。哇，这位仁兄死的方式还真少见啊。指挥官在哪？在这里。准备。不要跑。哦、啊。下一发。鸡蛋。咻。中啦。碎了爆弹。爆指挥官的蛋也是蛮爽的，真是。不过今天打起来，拆弹特别顺手啊！连装、连载具都出现了。那要解决载具的方式呢？其实有蛮多种。像这种轻型载具，其实可以用地雷解决。只要在它的航行路线上面就可以使用了，在这个地方装个地雷，然后只要等它过来就可以了。记住不要被它看到哦。
过来了，准备。就是这样。其实呢，像这种轻型载具，只要使用地雷，很容易就能解决了。可是像重型坦克之类的，地雷可能只能瘫痪它，让它失去移动能力。那其实你还是需要用火箭炮之类的再攻击一次坦克。好，我们走。好，我们走。I picked the wreckage to search the corpse. My reward, two words.Project Zoika. 好了，第一关结束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那么，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，或是你有想要看的场景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。那我们下次影片第二关再见喽。拜拜。